美人顾半影，真系对人对影最黄心咯。落楼，我有咁大个女，使乜怕你咁大个仔啫？好，等我欣赏你花容月貌至得。哇，乜你啲青丝秀发，靓得咁要紧啊！喂，咪喐啊！眼看手勿动，睇时睇，点解你要闻人啲头发嘅啫？你呢啲又唔系叫做闻，呢啲又唔系叫做睇。咁唔系睇，唔系闻。咁系乜嘢啊？呢啲个叫做索啊嘛！我猜，请你莫尖啊！因为你生得靓啊嘛！俾你吓到我惊心，跪在石楼啊！人少少咁就认咗佢啦，阿小姐你贵姓芳名？我急于请问噃。吓，乜你咁冤气嘅啫？麻麻地啦。不过你问到我咯，我敢讲嘅。吓、啊，我姓魏名子兴，淮阴人士，年方24岁，8月15日午时出世，仲有我未嫁噶。咁啊啱啦，嫁我啦。不过广播。关你事啊，请啊，我不愿共你多讲，行慢、啊。咪行啲。叫句小啊，飘咩话？有啊，卖轮顺啊，青啊，是咩片？
无话人啊，龙凤喜呀。我两言拉近三咩心，只一定你今啊笑，行咗好咩云波，凤眼眉。见我龙马凤的肉马大，更见翻我肉呢晒，吹呀身，我飞呀龙子，正是人上人。我黄金与群玉马印，嗱，你睇下系唔系啊？哎呀，乜原来真系噶，我该转咯。你好啦，你得罪皇帝啦，你真系有缘能相会，古话有幸啊会明君。凡间苦，只晓得低与拜，食茅群啊！若无玉玺以证明，我当你系浪子登徒，都有份啊！你闹得好。你闹得好，兄你梅花为骨，舌为心，何幸得他无骄教训啊！难得你咁。
皇后在你咁解啦？切，你咪咁自作聪明啦，子兴。未必君王家业薄幸，勿负故年香食肉身啊！帝嫔。为呀香啊永啊旺，何妨为抱负啊期待，正好中啊依旧命。那子兄你上前听封，封你为惠夫人啊。是龙恩。想银河都能抱怨。